去做的那一件事之小彩蛋。Photography. A point. Promote. You don't have to use it. You have to use it according to its sentences.再到下一个速度，行，对啊，就交替着来。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记住了没有？啊，马克思说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就是生产资料从私有制改成什么制，公有制，啊，从生产资料私有制改成公有制。但是我们中国的五季新建啊。五级新建那个美国的那个权威的那个认证机构给它拆了，它那个新建是一层一层盖的，大家知道吧？ The truth is that Earth goes around the sun. 事实就是地球绕着太阳转。那这个部分放到了表里位，是不是就应该叫表里就怎么样？啊，比如说我是去这个商店买，那个商店买，在网上买，我用什么方式能买着？对吧？那是一个 how。啊，我在哪买的 ？Where？ 我能不能买一个呢？征求一下意思。我丢了，能不能买一个？能不能那个 Weather？ 一模一样，就进的那个模式都一模一样。等等。
注意后面，对不对？后面打得很开这件事情，对不对？其实现在有点过头了。I 对，这样。Tie 有没有感觉后面舌根一直在开？小舌头跟舌根一直在距离，对不对？有距离的状态。可能的，可以的，真的可惜了，幸福好不容易，为什么你不管？留下谜语，然后再次逃脱，往回推算只剩不自然线索，小兔绕着进化的迷惑，向天空沉湎于的汹涌，在你的身后计算的步伐，每一个背影，每个场景走身边有你的温暖，慢慢的喜欢简简单单的浪漫，那些心跳回忆共同被时间里慢慢慢慢拉近距离。别担心 baby， 等我来到位、nice. 这桌的每一道都很开胃，你的胃口、nice. I think I know。这超不稳，对不对？我感觉如果我把打嘟的那个力气换成那个就是正常发音的，就它就会变成它就换声了，换成换成混声了，对的。想起了荒郊的狼烟，我遗落在最不独世界的谎言，窗外的云有金色转为深红，月亮又重置想念你的沙龙，暗暗笑不停地叫的长颈痛，完了就不猛了，熟了完当当六七八。
三四三六八三二三四蹦蹦六七走五六七八打对落下这个地方一定要看看这个五八八八you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宝。今天到了一个快递，这个快递呢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快递。对，就是大家看这个样子，你也能看出来，他就是我未来的新战友。没错。然后我们简单把它打开吧，就是给大家拍一个小小的开箱视频。看一下从哪儿。OK 呀，现在换了个地方，继续开它。因为刚才那个地方他们要上课了。然后这把琴呢，就是之前说的，我说想要深一点，就是没有夕阳红那么鲜艳。OK。呜呼！真的很帅。主要是当时我就看到它这个。这些斑点了，对，当时我还在想它会不会这个斑点可以反光，如果反光的话真的很帅，现在来说应该就是我想要的那个效果，感觉非常帅气。哦，这还垫了一层这个板子，主要它这个琴头也是这个颜色，对，就是相比其他琴有可能琴头就是那种纯黑色啊，包括这个琴后面也是这种效果，主要它这个点可以反光，你知道吗？就是很帅气。对，哎，具体就是这样。啊，开箱非常成功了，朋友们。然后，啊，这把琴具体应该叫什么名字呢？我可能还要，仔细思考一下。对，然后大家可以给一点建议。这里是什么 ？OK， 差不多就到这儿。然后，可以有找个机会给大家。展示一下新琴首秀，没错。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拜拜。I would sit here teaching last year。我去年呢，经常坐在这儿讲课，叫 I would sit here teaching， 或者经常。第二个意思呢，你看，其实表示就是愿意啊，意愿啊，表示愿意想做某事，愿意做某事。但是它表示的是过去式，它就写斜了，所以就非谓语做主语。表示一件事儿，那么表示这件事儿呢，辅助表示什么事儿呢？辅助表示的是未发生的具体的，就很具体的事情。就是跟音乐相关的所有的人，就他自己喜欢的音乐人啊，全部创作工作者都在一个房间里面写那么几首歌，全部一起弄，就很多关系。你看看，因为那个制作表，那下面都能站下来一个班，就是。轻轻一碰，那就这样了。这是故意的呀！外面不要开，外面开到我。把外面的拆了，快把。不是，他这个是这样，你这样。对，他就这样。我刚才一过来，他就是这样的。我就是没按。这个是这样，他就这样了。哦，外面的人不要进来了。是我自己的吗？你啥？你要搬回家。
他这个东西就傻了，玩了。铁蛋儿可不必。完成你的期盼，把手放开不问一句，三下胸针，把手放开不问一句 say goodbye。 红色的颜色是否
的记载变成此时对白，写了我的天空不回来，走了我的天空叫出来，看不与星空，为什么曾经让我泪流，如果你在的时候会不会伸手拥抱。Throwing that dirt all on my neck, cause you knew that I, knew that I, knew that I'd call you up. You've been go wrong, go wrong, go wrong every party in LA, cause you knew that I, knew that I, knew that I'd be I want.
on your block. And she make that nigga buy you something, say you like that shit. Say you spit up on the dirt, brown on the floor. Now that另外一种登城方式，徒步登城。途经站下车之后，前行通过6百米左右步行街，到达徒步登城口。从第一个敌楼开始向上攀爬。无论您今天身边带老人、小朋友或者身体素质较差的，考虑好登城方式。缆车、徒步分别介绍给大家，供您选择。注意事项：八达岭长城是5A 级景区，一级防火区。最高台阶有成人脚踝到膝盖那么高，这种坡度70度左右，所以攀爬长城过程中手扶栏杆上下，注意安全。开始徒步，开始自由行旅行。我们从这儿开始做打徒步。有任务吗？今天没有任务，就是看有指标吗？就所有的安排都是你自己来。好，然后看那个好汉碑，你们去打卡成功。啥？看碑？老师，我去过了。去过了？去过。我跟我爸去。我当时的感觉。对，当时带他去看一下。是全程爬的吗？还是坐的缆车？到了就到了。当时坐的缆车你忘了吗？你哭哭唧唧的。对呀、啊，非要坐缆车。哦，我直接开到了那个上面。当时带着坐的缆车，哎呀，他非要吵着坐缆车。没有，不走我开的车。当时你还没成年，不能开车。现在往哪儿走啊？举高一点。早上7点就喝了杯豆浆。吃了个油条，没吃。你说吃什么啊都可以，是不是肠粉？不吃，我就不吃肠粉。你还问吃什么都可以，我就不吃肠粉。你还问我吃不吃肠粉、啊？我怎么知道你吃不吃肠粉、啊？我从来不吃肠粉。肠粉怎么了？肠粉我绝对吃，我吃不惯。四季雪糕，八大岭所有的四季雪糕，吃它吃。五芒牌吃。长城文创雪糕一个才多少钱？80。长城记忆，这样拿起来是不是轻一点？毕竟杠杆。
就是这样要轻点。要。看管好老人。对啊，这样要轻一点。真功夫香汁排骨饭，一看就香。哇！冰墩墩。这叫什么来着？雪融融。今天老北京八大小吃，几块钱一个人？五瓶水，五瓶茶，一百一，五根茶啊，五瓶水，五根茶，一百一啊，好贵呀、啊，只能慢慢啃。我要拍照了，我打卡一定要这样拍照。哇，你看。这么多人啊！哎，按说我不需要到那个碑面前，我就已经是好汉了，因为那碑上是"不到长城非好汉"，我已经到长城，所以我已经是好汉了。那儿就是那个碑，不知道。跟着我走。笑没带。有点陡峭。南一楼。好累呀、啊，这就累了。没有实力啊，累变痛苦着，累变痛苦着。好帅呀，这个城，人家长城肯定要有防御措施的呀，不可能是让站在城墙上被人傻傻被人打呀，肯定要钻进去啊。这太帅了，要是我们能爬到那儿，我这辈子没遗憾。我怎么都在这上面刻字、啊？哇，没想到有这么多的刻字。我只是我想过会有面这么多。哇，这就是家乡的地方。保护文物严峻。哇，云南墨江，为什么这边要？这边是什么呀？四川乐县。这边是爬山吗？哎，膝盖开始疼了，已经。好大的阻力，好大的阻力。这才是第二个，那个好汉在第七个呢。这哇，真的好高啊！这个台阶，真差不多，脚踝到膝盖了。不敢回头看，只能一直往下爬。我刚才一楼拍了张照片，二楼都没看到啊。我们都到三楼了，我们都什么？才三楼。那个离那什么好汉的地方不就很近？特种兵式爬楼，走，继续走起来。哇，下坡！哇！体验一下第一视角。我也体验一下。哎，我去！哇，要是掉下去，我是不是会赔很多钱呢？不，再往前面走，这儿要爬到那儿，走吧。有人真会爬到那儿吗？还是你有人？他晚上如果关门了，我还没爬下来怎么办？那你就只有困在这儿了。哎呀哎呀，我最喜欢台阶了。这样累吗？冲！哈哈，这个东西看着，冲！这我们帅哥哎，谁？哪儿？哇，有点高，兄弟，开了个户外步行，高，这就高了，继续冲刺。啊！累了，真是累了，冲！想想吧，对我来说就是九牛一毛。休息一下。你看这下面有捷径。哇，有，当时爬那个是的感觉了。华山，你还去爬了华山啊？当时和祖航去的吧。哇，有点好累。五个峰爬了四个，三个。我爬过泰山，也是脚爬上去的。我爬过南山。你是爬的吗？
次哇塞，这膝盖有那感觉，哇，这膝盖有那感觉，你对比下面这个，你看差不多。对，哪有我膝盖高啊？他说差不多，没说一样高。要不咱前面休息会儿？要不先摆个吊着。到那休息。我也是。到那休息。哎呦，我的亲娘！行不行？磨练我们的意志。哎，咱俩的，我们到那儿休息。休息？你有时间休息吗？我们体能训练。这不还不体能训练？对啊，晚上不上了。这比体能训练强度高了不止一个档次，我也是，至少两个。带个包间儿。哎呀，蹲一会儿。哪轮呀？这么慢吗？不会有人这么慢吧？哎，他来了吗？他走了呀。要不打个电话？哎，我妈，真尴尬呀，真的。是不是过去了？过去了。走了，准备过去。现在找不到他俩人了，不知道去哪。在这儿啊，在这儿啊！我说你今天人呢？你俩在这儿。我们早就在这儿了。你俩在哪儿？一包间。我这是一包。我们门口才是一包。我手包，你是尾包。好，行。哇，我们好像是目前这块最高的人。好，他就在下面，你要去看下面。哪个下面？在前面。走吧，我们走过来啊。走过了。好，走，走吧。耶！哇，有点黑的呢。高。哇哇哇哇，这么点人，我以为全是人呢。我也是。那我们都爬到最高点了，感觉怎么样啊？爬的还行，刚才有点累，现在缓一会儿也太缓了。对，主要不知道已经爬到这里。跟做体能比的话，哪个要？我想爬山。今天这个要累着呢。我们体能课今天相当于现在已经上完了，可以晚上申请一下休息吗？在那边一个。要不你坐这儿。在这儿。老师，我该走了。我的任务达完成了。真的高，这是真高。走到那个山峰，冲起来！要不坐缆车走？走吧，老师。肯定走这里。此地不宜久留啊！所到单车票。哎呀妈呀！哎呀妈！可以回家了。我以前来过，跟我爸，反正是看到那个好汉了，但是好像跟这个地方不太一样，是不是长城有很多好汉呀？这怎么又一个碑啊？这批发呀，这个碑。哎，这个这才是真迹吧，老师，我们那是假的，这都拦着的，我们是半个好汉，也就算，我是1.5个好汉，你们是5，半个好汉。没事，我都看到这儿了，已经到了，不需要拍照留念。哦，他也是一个好汉。我是一个半，你怎么是一个？你刚才那边半好汉，那我应该是两个半好汉了。我们现在也是好汉。你那一个已经保质期过了，保质期过了，好汉期过了。啊，连票，拿着吧。万一他把那个钻撕掉了？哎，哇！万一他把那个钻撕掉了？没事，你这样一起拿了，这样一起拿了，别人再说。耶！
我真服了。那这还能算吗？肯定能算，这没有撕开。笑坏了，这没撕坏。观众朋友们说，你也好意思？你也好意思吗？你的问题，我跟人家配合这么好，就跟你说。哎呦呦，坏的是不是你那一半吧？你就说，那不也是你的？我们坐哪儿啊？坐前面都好，坐前面，坐后面吧。坐前面，坐前面。这跟我讲的那种，有个线掉的不太一样。我是要高级点。我好好奇，如果是真的那种不用重力，直接帮我放下去，你过去就可以。对对那在旁边离过那。它这个好重啊！帮忙！生命无价，安全有这个的。这地方底下，这故意特暴，挨他八八零。哈哈，怎么他上面字这么写的呀？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要笑呢？我觉得挺好的。你觉得我发音有问题？没有。小宝是不是在家乡那边吃的？但是吃的都不是辣的。我为什么是室友？我们住的四楼，他不往他床上睡的。不是我喜欢乱动。不是不是，当时好，他要过来睡的。哦，对，当时我们觉得，当时是我们觉得他那个屋靠着床挺舒服，靠着墙挺舒服的。然后我们三个人睡，我们愿意说三个人睡他那个屋那个。后来说我们三个睡我们屋，然后就把床拼起来了。然后我当时就睡中间，我就是从当时开始觉得那个缝缝卡就很舒服了。然后就开始睡他床一半，因为睡觉要磨牙。对啊，绝对吱嘎吱嘎的。我知道我要摸呀。有几次我晚上还没睡的时候，你在当看手机，听他那边吱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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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吱。你们都不吃辣？这样好显得我们两个吃很多一样。有句话叫“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有一次我回家，刚在家里吃饭。我爸按之前量给我做的饭，然后结果不够吃。他说开始了，半大小子吃死老子。这个能不能安排一起去哈尔滨？大家可以一起去，全员一起去，很有意思啊，这个地方。我觉得他爸特别逗。我原来小时候他爸让我教他跳舞的时候，像那个骑士精神。真的啊，老师，很好客的。